去。外机，干爹，外机。变咗你年纪两年，你成个人唔同咗啫。你都好似瘦咗啲咁，系咪工厂好忙呢？系啊，家姐啊，我时时都挂住你啊。我都系啫，可惜我唔能够时时翻嚟睇你。自从你毕咗业之后，揾到嘢做，家姐至安乐啲啫。系咧，你近来生活点啊？好，住响秦校长屋企，佢直头好似当我自己女一样咁嘅。系啊，咁就好啦。爸爸嘅病点啊？好唔好啲啊？自从改用咗新嘅治疗方法之后，好咗好多啦。听日同你去睇佢。哦。咦，家姐啊，咁你去边度搵咁多钱嚟啊？嗰啲钱系我同男朋友借嘅。男朋友？系咪爱人呢？慧芝，我就嚟结婚啦，家姐。真是恭喜你了，几时啊？呢次回香港就定日子。慧芝，你有对象未啊？怕咩讲呢？等家姐高兴下嘛。系咧，佢是个咩人嚟噶？是秦校长个侄，佢个人好老实嘅，佢对我好好。不过我哋从来冇讲过出口嘅。咁你又点知人哋中意你呢？秦校长话过要拍成我哋，我想他都不会反对的。那家姐真是高兴啊，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见下他。你跟我回去秦校长家就会见到他的了。临行的时候秦校长还吩咐我，我今晚请你回去吃餐便饭的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了。好啊，我也要趁着去，多谢秦校长对你的照顾。